九十根冰柱放进塑胶壶内，到底虾米蛙哥？但千万别小看它，因为它可以让刚泡好的热咖啡瞬间冰镇，毫无稀释，保留风味。热咖啡上面是显示64.2度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计时。我们就开始把咖啡倒进去喽，把这个陶瓷的冰柱放下去，将近40秒。测温枪来量它现在几度。好，15度，这还蛮方便的。早上起来的时候想要马上喝到冰咖啡，而且是现煮风味的这种，那我就会想要直接拿出来用。我们观察到像冰饮的需求其实蛮大幅度的增加，尤其是像冰滴咖啡类型的这种商品呢，较去年同期大概成长1倍以上。凉饮喝不够，来点冰品吧。打开手摇杯，奶香喷发，里头装着牛奶冰沙，加入热茶饮，搅拌一下，奶茶冰沙轻松完成。炎炎夏日，大口吃下去，透心凉，口味还不错，搅拌均匀一下就可以喝到就是蛮完整的冰沙口味。不过这摇摇冰沙杯只能用一次，如果要重复使用且能外带，还有这制冰壶，装进水结冰后用力一拉，冰块瞬间成型，把饮料往里面倒，制冰壶随身带了就走。那近期我们站上的这个关键字搜寻度，像跟冰品啊，然后这个相关的食品或饮品类的商品，它的关键字搜寻度也比上周成长了超过2倍。天气热，电商平台速冰神器销售业绩也跟着气温往上飙。记者杨世旭、林恩如台北报道。